当医生不就救人了？到了救了不都一样？只要你愿意相信爱，也许就会有奇迹发生哦。我希望你很清楚，知道自己现在在说什么。你身为院长，你不好好保护员工，你还压榨他们，只喜欢看我穿漂亮的衣服，那你就不值得我喜欢啦。好了，开始。就是成功了一半。今晚八点，东森超市，生命鼓手。